你今天怎么回事？本来以为你的艺人加入会，感觉两个女生好像之前见过，是艺是吧？所以你是艺？对，我是艺。I. 我是 I， 艺人 I 人艺人是吗？我们是个 I。啊！带不动，带不动，四个 I 人，真多假多，四个 I。哇哦！好了，这个场子我是热不起来了。我叫江君林，你叫我 Kelvin 就可以了。我叫李梦蝶，可以叫我小梦、大梦都可以。就比我大的可以叫我小梦，比我小的可以叫我大梦。那他是最小的，谁是最大的？Kelvin， 你觉得谁是最大？他们俩其中一个。蛮接近的，所以是谁？谁最大是不是？我比他大，所以你是小屋里年纪最大的？不是，男生里面是吗？也不是，很难猜，不是，我是，你是？对，其实我是82年的。82年的这么惊讶吗？41岁，他确实看着很年轻、啊，好年轻、啊哦，他应该是有点反差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因为他看着很年轻、啊。香港版林志颖啊，他们很难猜，猜不对也很正常。哇，嗯，真的看不出来。我们小屋里没人猜对他，嘿，可爱。这哪像41呀、啊？让我觉得他们都是一些很好的男孩子，非常有礼貌，然后非常绅士。我其实对 Kevin 的兴趣会比较高，他给人整个感觉就是话很少，很像一潭深邃的水、哦、你要潜下去看的那种感觉。就是你了，这么高评价。大梦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就是三亚啊。你是三亚本地？我不是本地人，我生活在这。那你本来是哪里人？湖南人。啊，就是你是我的老乡。你是湖南哪里人？我老家是邵阳，但我家在长沙。你是长沙的吗？我是株洲人。株洲啊，老乡。嗯，原来是你，原来是你，原来是辣妹你。妹朵，他学以致用啊。对、嗯，是那个许丽教他的吗？对对对。妹朵，妹朵是啥意思？妹朵，啥意思？女孩，女孩。男孩子呢？男孩是什么？芒果，芒果。不是吗？芒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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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难过，芒果，芒果，芒果。我们怎么说出来都像英语了呀？怪怪气。通过这两天的观察，我很明显的能感觉到，就是 Lily 跟 Kevin 他们俩之间应该是有一点点微妙的联系的。虽然我来到小屋，我对 Lily 我们其实挺聊得来的啊，他已经感觉到了，但是他一直跟在我想了解的人的身边。我想说是对不起姐妹，我要先了解一下这个男人。棒，太棒了，强势出击。哎，这种好事怎么能少得了我呢？带上瓜子和茶。那个，你们两个上去给我换个背心下来。开玩笑，没有，你们把袖子卷上去就可以了，把衣袖卷上去。继续啊 ，Kevin， 把短袖卷上去吧。对啊，你热不热啊 ，Kevin？ 对，卷一下吧，我怕你太热。你看，许丽还在主动 Q 他。我帮你把短袖卷上去吧，卷上。你的衣服松，我的卷不上去。OK， 可以卷上去，卷上去。心里一直想你们什么时候走啊？我想去邀约他的时候，莉莉都在旁边，然后我就在想说怎么才能单独有机会给他发起这个邀约，因为我觉得如果很多人在的话，我就是邀请会有点尴尬。我真的很怕你们中暑啊！我的真卷不上去。可以啊！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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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。紧张紧张，我都替他紧张了、哎、邀约非常的不顺利，完全没有就是我能跟他单独相处的时间。我不知道该想什么办法，因为我觉得小屋里走到哪里都是人。走走吧，走吧，不好开口。你看大家都是
哦，许丽确实一直在，美好总是短暂的。哎，你要不要筋膜枪？我有筋膜枪，给你，拿给你。好好。OK。再回头看一下，回头看，确定没人吧？人那个、对，确定没人。那我可能拿给你。他们快快快快快！哎呦，路过。去拿吗？好。我可以给你，然后你用完了，如果他们要用的话。哦、你可以给他们，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哦，好，就好明显心里有事了呢，但还装得挺自然的。没有用过筋膜枪啊？没有啊。啊？不会吧？不是女生用的比较多吗？男生也会用啊，如果就是肌肉酸痛的话，也可以用的。很少的，男生很少用，我觉得。注意到这里，本来想说了，又来一个人。那我都在外面等。等，等一下我。哇，你看你，坐会儿，躺会儿吧。叹了好粗的一口气。通往心里走。你唱歌真的很好听，谢谢谢谢，我就比较喜欢这个。气死我喽！嗯，气死我了。补口红，气到补个妆，气到已经忘记来干嘛了，一直在吃。再来一个，来，你也坐一个，你坐那儿，或者你坐。各自，我都是筋膜枪哇！你们一会儿可以一起用。还有筋膜枪，对，一起用。感觉很奇怪的，走了，这个可以给我。对，给你。回头见，回头见，回头见。他们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哎，走了。我把这个信放下去。哎呀，别走，别走，叫他呀，叫呀。哎呀，跟犹犹豫豫呀、啊！大梦这个太真实了，自己气自己。我想了解的是，他是否对我也有兴趣？有点像砧板上的蚂蚁。哎，等到了，机会来了。哎，你明天干嘛呀？没有什么。那我明天。会回三亚冲浪，因为上次你说你没有玩过 Wixer。对啊，你想不想一起去？好啊，好啊，我们明天一起去好不好？好啊，好，太好了，终于成功了，太难了。因为他之后的心情就很开心啊，他好像也还蛮有兴趣的，所以也是我开心的一个。我昨天晚上在看这个。微博较高是吗？是在学，可以的。我在看这个 video， 然后挺难的，你教我都可以。好，我一定不会好好教你的。我好羡慕今天要去冲浪。哦，我真的很期待怎么做这个。好乖哦。哦，干嘛呀他？他身上，他明明就是年纪最大，但让人有一种保护欲。对，没关系，听老师的话，就好人。好，我是一个好的学生。哦，这也是很情侣的装扮，都是牛仔服，对啊、好搭哦。对，我们要走了，我们去拿东西，然后门口见。好，好了，拜拜。开心哦，拜拜，今天玩的开心点。我昨天晚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有点睡不着。我也是，但是我知道为什么我睡得不好。我真的很期待今天去。那就好。觉得我会有一点男孩子的性格，就是因为从小都是跟男生一起玩，他们也不把我当女生，会打我，真的打我。我以后真的打他们哦，就会打到互相打哭的那种。你会觉得我是这样的性格吗？可能你的性格就是像男生吧，就是直接。
你会喜欢一些不多说话的人吗？因为我的朋友也觉得我真的是很闷的一个人。可是我觉得你现在跟我聊天，我没有觉得你话很少。我是比较喜欢单对单的一种接触。我也是。那天晚上你坐我对面，然后就一直不说话。但是我每次看到你的时候，然后你看到我，你就微微笑，因为我觉得很可爱啊。真的很可爱，可爱可爱。但说实话，你还没有来的时候，你会就是抱很大的期待吗？我不相信我可以找到。我也是。但是我现在也觉得，哇，可能真的有可能。哇，怎么回事啊？哇，突然好期待他俩冲浪。快到喽，这边就是海啦。好漂亮。这就是平常冲浪会给他的码头。哇，很养眼。先上吧，浪比较大一点。哇，好搭哦。到了，我先教你哦。好，我要先拿一下板子。你先不要下去哦。好，现在坐着，坐下来。先跟你说一些基本的东西。我刚推你嘛，你是左脚前轮，就一共有两边，你是左浪，你在这边反头。然后就是有凸起的地方是我们的板尾，然后这个是板头。那如果你一会儿下水的话，你就把板头的位置朝左边倒下去。你要注意的一点就是，你的双手抓着绳子的时候，一定是打直的，就无论什么时候手臂一定是直的。嗯，好的。好，然后我说看左边的时候，你就看着左边，然后我就会想办法把你推出去。然后你记住，如果掉水的时候，第一时间把绳子丢掉。等我来接你。好的。等我来接你。哇，好霸气哦。Ready？ 来吧。你先下去吧。冷吗？有一点。好乖巧哦。抓住你的板子，对，用你的手肘把板立起来，立起来之后用你的膝盖跪到板上，先上后面的脚，再上第二只，对，很好。另外一只踩好。很好，很棒。踩好了，看左边，转浪带不走。哇，好酷哦。哇，真的。松掉板，拽住，看左边。好难哦，感觉。你在原地等我就好了。很好啊。为什么我不能站起来？因为你站得太早了，你要一直蹲住，然后人到了这边，你走出那个甩的那个范围内，你到这边才可以站起来。就是你站得太早，你就先蹲住，好吗？加油！我觉得这一把你肯定可以。来，上板，抬好，抓住板。OK 吗 ？Ready？ 站走，看左边，松板，蹲住，别站起来，手臂打直，看我，看我，看我。哇 ！OK， 很好，屁股不要往后坐，蹲住。哇哦，棒棒棒！别拉，别拉，别拉。OK， 松掉后面的只手，后面的只手放开，后面对。掌握的也很快吧，这算因为很信任他，我感觉。撑着自己的膝盖站起来，撑住自己的膝盖站起来，别拉。哇！有好一点吗？好很多了。好很多了。很好玩的。很好啊，有进步哦，快了。我应该可以。你的问题就是。我演示给你看，我让你蹲在板子上的时候，你的屁股不要这样往后，你要这样这样蹲着，竖直的蹲着，不要往后蹲 ，OK 吗？对啊，我觉得这一把你肯定可以。
怎么挪啊？很难做到吧？对，缩掉后面那只手，松掉。学习能力很强呀！哇哦！有感觉到吗？啊，太好了！用你前面那只手来牵我的手。这真的是教学内容吗？是我的手。爱情与海浪的双重考验，要开始滑雪了。哎呀，学会了。不行，我得让他加速加快一点来牵到我的手。快牵人家的手吧。这一次要牵到我的手，我砍赢的，加油！这个情境说真的是，所以你已经开始太有劲儿了，开始磕他们了是吧？就是也嘿，挺好。好，好吗？好乖呀、啊，好吗？左边牵着手，关注看那边。哇，已经很丝滑了呀！好棒啊，我错。来收。哈哈，过不来。哇，你过不来的话，那我就自己来。如果你过不来，我就自己来。哇，这几句话实在是太刺激了。这是什么？是月老的红绳吗？还真的。羊啊，我的心！这样好吗？很好，你学会了。因为你加的好嘛。一会儿测试飞碟一下。好的，先把伞给我。学会了。我想看你。大号。对。对呀、啊。我就想看他，我也想看。和刚刚的样子都很不一样，感觉是两个人啊。江俊霖说：“来牵我的手。”刚刚看到他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是很可爱的一个女生。看到他自己去做这个运动，也看到他真的是很。有鱼。我也想更多的了解他们。哇！太浪漫了，可爱可爱。有更深的了解，我会了解到他平常生活的一种状态。约会前的话，我对他的感觉应该大概在50%，通过这天约会之后已经上升到70-80%了吧。有些人我会看一眼，我就会想说我跟他可能会有故事，虽然这个故事不一定是好或者是坏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就
会不止朋友这么简单。好喜欢啊、哦，口水都流下来了。奇怪，我觉得这个风好像也挺大的。那我们回去吧。你应该很快就能进步。那你其实是很稳的，就是你站起来之后，下因为你教我教的好。哎呦，你看现在讲话都在笑。好吧，那就是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老师，还有一个特别的同学。哇，帮他挡风了！哎呦，我这些肩膀还是有用的。上真的不冷，然后因为我感冒，感冒了我会垮住，内心充满了力量。那没关系，我会去照顾。他每一句都非常直接，但是每一句都很舒适。对，夕阳，大梦和小叔叔冲浪的画面幻视了一些女 A 男哦。你的双手抓着绳子的时候一定是打直的，如果掉水的时候第一时间把绳子丢掉，等我来接你。好的。那我觉得这一把你肯定可以。用你前面那只手来牵我的手。好，哇，你过不来的话那我就可以了。我想看你下好。对。有些人我会看一眼，我就会想说我跟他可能会有故事，虽然这个故事不一定是好或者是坏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就会不止朋友这么简单。哇！大车的不冷，然后因为我早上感冒了，我会挂住，内心充满了力量。